8月29日晚，许凯通过微博发自己追剧的截图，照片中两人的身材非常的结实，都有胸肌和腹肌。有意思的是，屏幕上的弹幕非常有趣，调侃许凯的身材道：“凯啊，你看看人家的身材，你再看看你自己的152。”对于网友的评论，许凯喊话并写道：“这位兄弟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有事找你。”对于许凯的威胁，网友似乎并不买账，纷纷围观并留言调侃称：“这边建议您赶紧秀一下白白的肚皮，证明一下没有肚子，哈哈，许凯你还开弹幕看啊，哈哈，要一起吃汉堡吗？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